出去！出去有人！啊，快出去！来，这石门慢着吧啊！徐成同志抬出去，慢点，是轻一点啊，轻一点。怎么了？撞人了！来，快吧。我的手，你别乱动。你的胳膊脱臼了，身上还有好多伤，现在不能动，要好好养着。救出来了，都挺好的。欢迎欢迎啊！你好，我是盘河岭农场的指挥长孟德耀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副指挥长范荣军。欢迎欢迎，我是调查组组长石玉和。石组长，办公室坐吧，来，请。各位领导，请。来，各位领导，里边请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请，请。石组长，你们野路迭播，要不要休息休息？下午再谈工作。不用了，我是调查组的组长，可同时也是你们矿里面职工的家属。我是徐成的母亲。请问，我儿子现在怎么样？啊，石主任，我给你倒杯水喝。我儿子现在在哪儿？石组长，来，先喝口水吧。我儿子到底怎么样？
首先，你心里要有思想准备，控制一下情绪，好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！许成同志因伤势过重，虽经全力抢救，但最终还是。 长龙，你尝哈嘛，好吃的很。你们俩怎么样了？哦，何胡子，你来了。吴大龙。 吴大龙，你怎么样了？何胡子，他心情不好，两天没跟我讲话了，你不要介意哈。你的手怎么样了？哎，你还得可以动啊！我跟你讲嘛，你是晓得的，他那条腿嘛，这辈子肯定是瘸了。 所以他捡到拉骨都不开心，只有林医生来的时候还稍微好一点。你千万不要介意啊！你的手还疼吗？哎，不疼了，早就不疼了。出事那天，你的骨头都快露出来了，还不疼？哎，没事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这手好了以后可是不能下井。 要不我去找一下孟书记，让他给你换一个部门。何护士，不用了，谢谢你哈。那天我们开完会出来，孟书记就单独把我留下来，说我这个胳膊啊，将来下到井里面干活，总体的事肯定干不了了。
考虑到我之前当兵的时候开过车子，就让我准备调到那个车队去开车子。太好了，孟书记是个好人啊。吴大龙，你的腿以后肯定是下不了井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也帮你去跟孟书记说一下，让他给你换份工作。何护士，何护士，我跟你讲嘛，今天孟书记也跟我讲了，说考虑到他那条腿嘛，肯定是干不了啥子重活，就准备把他调到食堂去工作。我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，我以为他很高兴，结果还是不理我，就看着天花板发愣。我也是没得办法。你多开导开导他，好吗？你放心，去忙。所以首先呀，就是要做好消毒工作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帮我把这拿回去。好，我去一趟病房。雨萍，啊，你过来。啥事儿啊？方处长和来福被调查组叫去开会了。调查组啊，就是省里专门派来调查事故原因的。我刚把他们送过去，那张处长和吴大龙他们是因为不能走路才留下来的。那你没跟他们说吗？他们几个现在可都是在住院呢，今天还要接受检查呢。哎呦，我跟他们讲了，他们才不管那么多呢。你都不知道那个调查组组长好凶的样子，就像抓犯人一样啊！哎呦，你晓得吧？那个调查组组长是徐成的母亲。谁？徐成的母亲。方处长是小井开发处的副处长，他又是当班的班长。啊，你说，他们会不会对方处长打击报复呀？不会吧？我瞎说的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行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去忙了。史所长，来。来，史所长，您请坐。小井矿开发处的张处长到了吗？史组长，张处长受伤严重，在医院治疗，不能参加这次会议，十分抱歉。那你是哪位？我是小井开发处的副处长，我叫方云鹤。坐下吧。事故发生当天，值班的领导是谁？史组长，我是事发当天的代班班长。又是你啊！好，那就请你把事故发生的经过从头到尾的讲一遍，越仔细越好。不要漏掉一个细节。是。永和，坐下说。事发当天，我带着大家下井。大家？大家都有谁啊？请你说仔细一点。我们组一共有六个人：杨来福、东子、刘一山、徐成、吴大龙，还有我。这些人都是矿区的骨干，完成了不少艰巨的任务。请你说重点，你们当天的下井任务是什么？我们当天的任务是维护回风焊，进行体泵作业，
确保回采工作面的顺利推进。什么叫替棚作业？请您解释一下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把原来的棚子拆掉，换上新的。嗯，您继续说。我们一共分成两组，杨来福、东子还有我，是拆除棚腿。徐成、吴大龙、刘一山是进行替换棚梁的任务。后来，除了徐成的所有组员，都被埋在石头下面。徐成和文忠发现以后，不顾一切的回来救援。我担心再次冒警，我阻止了他们，让他们迅速寻找救援。可他们不忍心丢下我们，又不顾一切的回来营救。结果，还是发生了冒顶事故，所有人都被埋在了下面。徐成同志、刘一山同志、东子同志都没有逃过这一劫。后来呢？再后来，我也不知道了。后来，救援队和矿上所有人都去井下救援了。我当时离矿洞口最近，是第一个被发现。你是谁？我叫夏文忠。接下来我们会下井实地勘察。在调查期间呢，我宣布，方云鹤、夏文忠、杨来福，你们几个当事人呢，不得离开矿区，都知道了吧？知道了。我来说两句，同志们。这次矿难是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故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全力配合好调查组的工作。指挥长说的对，我们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配合调查组把这次的事故查得个水落石出。别等了，他们肯定会回来的。啊，再等等。哎，他们回来了。云鹤，你们回去吧，辛苦了啊。怎么样啊？开个会，紧张着呢。哪个说没得事嘛？像剩饭一样。干嘞！别胡说八道，制造紧张气氛。赶紧回病房吧，啊！哎，我又没有胡说，我胡说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人都回来了就好了啊。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有好多的检查。石组长，这就是小井矿。
从上面掉下来的干尸。你叫吴大龙？是。听说以前你和徐成是住在一个宿舍的。嗯，是的。哦，那他已经接到了调离的命令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知道，我们都知道。好像是下井的头一天晚上，他收到一封信，看完之后心情特别不好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家里的人知道这边的工作特别艰苦，就把他调到城里工作了。哦，那他已经接到了调令，谁让他下井的？也没谁让他下井，刚好那天是，对，是徐成的19岁生日。对，那方云鹤呢，就组织我们大家给他过一个生日。他呢，徐成就想，也刚好借着19岁生日下最后一次井，留一个纪念，就这样下去的。方云鹤，那徐成跟这方云鹤关系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反正是刚来的时候，徐成受不了这里边的条件艰苦，逃跑了。那抓着是要被开除的，方云鹤出面给他讲的情，才留下来的。还有一次，矿井里边违规放炮，徐成差一点被炸死，要不是方云鹤反应的快，徐成那次就完了。但是，方云鹤因为这个行动，还立了功。我怎么觉得你们对这个方云鹤都挺好的，你好像在替他说话呀。我替他说话。领导，我说的这些啊，都是表面看到的表面现象。至于方云鹤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心里怎么想的，你得问他本人。这个人吧，隐藏挺深的，看不透。哦，张处长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你看你伤得这么严重，我们还得打搅你。但是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核实一下啊。哎，那个。老霍，你就直说。好，徐成是怎么死的？方云鹤，哎，我问你吧。哦，我是想听听你的看法。你说的再仔细一点好吗？我记得很清楚。
是个又穷又穷又富，人格坚强的孩子。我听说，这个徐成，他犯过一次错误，害得这个方云鹤，他差点被开除，是吗？是的，徐成在井下忘了关挡风门，造成了很多工友瓦斯熔炉。但是后来徐成主动找指挥长承担了自己的过错。那后来是不是就这个方云鹤他就因为这件事儿恨上徐成了？哎，张处长，张处长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张处长晕死过去了，你们赶快抢救，我们先出去。这位同志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省里面调查组的，有几个问题问你。您说。方云鹤你认识吗？认识啊，他是小井矿开发处的副处长，也是这的小名人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他为人怎么样？为人很好啊，工作能力强，对人热情，又喜欢帮助人，矿工兄弟和领导们都挺喜欢他的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好喝吧？好喝。玉玲，你做的越来越好吃了。好吃吧？还有更好吃的。还有啊。啊？看看。这是什么呀？哇，这个就厉害了！我跟你说，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对身体好的东西，先尝尝。啥了没？没有。但是好喝，这比刚才那个还好喝。这里边有枣，还有橙子，还有橘皮。这都是对身体好的，是不是很好喝？你做的多好喝。那就多喝点来。一碗吧，别一勺勺的，怪费劲。表现的真好，以后每天就这么吃啊。我什么时候都好啊？快了。你看看，别光我一个吃，这。喂你吧。哎呀，你要我喂你？别动，就哎呦，咋了？这些很贵的。你再看这个啊。没有啊。我可告诉你，这跟前面喝的味道可是不一样。里边有花生、核桃、木耳，都是对身体好的。刚才那个稀稀的，这个就臭臭的。哎，啊，味道怎么样？这个味道还挺特别的。来，
们省里边的调查组啊，这次下来就是要和大家打成一片啊。当然了，我们这次呢，最主要的目的、最主要的任务啊，就是要对这次小井煤矿的矿难事故进行一个充分的调查啊。我希望大家呀，把你们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，不要隐瞒，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你们在座的有谁参加了那次救援？我也不知道多少，因为当时我没有值班，所以不太清楚。哦，你们是一个班的是吗？哦，哦，是这样。哦，那据我所知，每次下井作业都是要有严格的这个排班表的，这个排班表上有谁谁就下，没有谁是不能下去的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么谁有这个权利允许没有排班表上的人下井呢？值班班长。当班的领导是方云鹤，是不是？对。他平时为人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大家都可以做的。对。是吗？那他平时有没有跟谁发生过口角，或者是闹过什么矛盾？我觉得你们大家口径挺一致的。我们这次来调查，是肩负着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啊，我们一定要原原本本的把这次事故还原到最真相。我希望大家不要隐瞒。你们怕什么吗？啊！看到吗？在我的精心照顾下，你现在的气色越来越好了。嗯，云恒。嗯，有你在我身边真幸福，你比我妈对我都好。哎，你往哪儿跑啊？出去溜达溜达呀。知道什么叫住院不？住院就是在医院的范围之内，别总想着往外跑，灭了吗？那不是坐牢吗？有人去省城，我已经跟他们交代了，让他帮我多买点食材，我再给你熬点各式各样的粥给你。雨婷，我不用吃粥了，我都好了，你连我手都能拿出来了。哎呀，反正好了，不用吃那些了啊，雨婷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听话呀？你流了那么多血，那补血哪是一天两天就能补得过来的？雨婷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吃够了，你别再拿我做实验了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云鹤，怎么了，文忠？你恢复怎么样了？不在屋里躺着，好多了。正批评他呢。跟你说个事儿，调查结果出来了。结果怎么样啊？我不太清楚，我马上开个会，你准备一下。好。大家好，今天参会的有省领导。有矿区领导，有事发当天的当事人、见证人。我们调查组呢，经过仔细的调查，基本查清了事故的来龙去脉。现在呢，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。老秦呢，专门负责技术方面的调查，下面请老秦给大家汇报一下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当天的当班队长方云鹤同志。第一个问题，当事故发生冒顶之前，一般都会有一些异状。请问你们在现场发现异状没有？没有。第二个问题，当第二次冒顶的时候，刘一山的手被卡在顶板和钢棚之间，你们为什么不请示矿系领导？事发突然，时间紧迫，我没来得及。第三个问题，明知顶板不稳定，随时都可能发生冒顶事故，为什么还要采取跳顶的办法来营救刘一山？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不想扔下任何一个一起下行的兄弟。
第四个问题，当发生冒顶的时候，除席城之外，其他人员都被压在石头下面，你为什么不阻止席城上前营救？我阻止了，但是没阻止住。我的问话完了。同志们，刚才方云鹤所回答的问题，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首先，他作为小井矿的负责人，没有发现冒顶的预兆，没有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，就带人下井作业，这是极大的不负责任。再有，当刘一山的手臂被卡住之后，他应该立刻通知领导，啊，组织专家来研究营救方案，很有可能避免一场灾难。可是他不但没有通知领导，反而采取了极其危险的手段来进行救援，造成的第二次的冒顶，这是事实吧？当发生了多次冒顶之后，他本应该阻止徐成上前营救，可是他没有，他没有，最终导致了所有的人都压在了石头下面。综上所述，方云鹤作为小井矿的负责人和当班领导，要对这次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必须严惩。各位调查组的领导，我想说两句。你们的说法完全都是理论上的，放到实际事件当中根本经不起推敲。首先，不是所有的冒顶事故都是有预兆性的，这一次的冒顶事件就完全没有预兆。其次，刘一山同志的手被卡住了，按照理论我们是应该第一时间通知各位领导，组织救援队救援，但是当时时间紧迫，如果我们停止了我们当时的行动，很有可能我们所有人还没来得及出洞口，就已经发生再次冒顶。即便是这样，那牺牲的只有刘一山一个同志，那其他的同志都可以幸免于难，这不是事实吗？那照你的意思，就是可以用刘一山同志的命换取大家的安全，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不公平。当时的实际情况是，我们根本就没得时间多想，第一时间嘛就是要救人嘛。那个跳顶的方式提出不是方副处长一个人提出来的，是我们所有大家人，包括刘一山同志一起做出的决定。如果成功了，大家就都安全了嘛。但是第二次冒顶哪个能想到嘛？啊，这是预料不到的噻。我是看出来，就算是用你史主任的方式来救援，今天这个会上你还是有话讲。总之，你是对的，我们全是错的。关于最后一个问题，当时发生冒顶之后，方云鹤同志已经第一时间把徐成送到了安全区，后来方云鹤也多次阻止了徐成上前营救，只是不幸的是，方云鹤当时双腿被压住，他能做的也只能有这些了。我的话讲完了。各位调查组的领导，各位同志们，矿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，我作为代班队长，我有责任。刘一山、东子、徐成，包括张处长，他们都是好同志，尤其是徐成，是我们矿区
年龄最小的一名同志。他本来可以躲过自己，但是他不忍心看着一起下井的同志们活活被砸死，他又冒着危险回来营救。为了救我，为了救我，他把一块砸向我的石头扛起来，最后倒了下去。我认为他们都是英雄，都是我们矿区的英雄。我儿子当然是英雄。